这于老师爱这个儿子爱的就跟亲生的是一样。废话啊，就是亲生的。他这么认为，我特别开心，你知道吗？你呀、啊，你知道多省钱了啊？完了，反正是每隔半个小时，嗯，于老师就要跟儿子通个电话，就响了吗？喂，嗯，儿子，你猜猜我是谁？你瞧、啊，天天这样，老猜。哎，每半个小时必须打电话。嗯嗯，前些日子外地演出，于老师出事了。嗯，出什么事儿？因为他上洗手间啊。于老师有一特点，怎么不会坐马桶？对呀、啊，我平房住惯了，必须要蹲在马桶上，就这姿势，拿着手机，多难受！一晃悠，哗，手机掉马桶里了。哟，哎，刚要去捞，来一微信，嗡，掉下去了。这嗨，这寸劲儿的！哎呀，打厕所出来，哭得不行了啊！我跟我儿子失去联系了啊。我再也不能跟他说你猜猜我是谁了。嗨，老于家断子绝孙了。什么叫断子绝孙了？所有人都劝啊，哎呀，后台人劝于老师别着急，别拦着我。哎呀，我跟我儿子联系不上，我手机丢了。就这么闹啊。我也劝他，你别难过、啊、我手机丢了啊，你再买一个去。好的。哎，完了，这不挺好劝的吗？这不是买了手机高兴了，给儿子打电话。嗯、啊哦，喂，你猜猜我是谁？还猜？儿子说你是谁呀、啊？哟，你看看，这才多一会儿功夫，他已经忘记我了啊！我给你提个醒吧。说晚上妈妈和谁睡觉啊？啊，王叔叔。我去你的！后来啊，这个行了，好家伙，还上下本的呢，您这，哎，信者说这能说好几天啊！啊，感谢南宁的父老乡亲，真捧，大天热的啊，坐在这儿听我们这儿瞎说瞎唱的啊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是中国相声界比郭德纲强的，比德云社强有的是。你就说有会死啊！你们不要给我得罪人了啊！你看这孩子，要不说小孩眼干净呢，童言无忌啊。嗯，谢谢吧，谢谢吧。希望这个行业更好，啊，这行我们也干了快半辈子了。啊，于老师也是土埋到眉毛的人了。对，都到眉毛了，埋过了。您这个土埋什么？土埋半截儿。土埋半截的人了。对，人是反着埋的。还不如过眉毛呢，您这个挺好。啊，每天一说相声是我最快乐的时候，就是啊，尤其看见什么于老师啊、高峰啊、侯震呐、啊，嗯，我们这哥几个我很开心，就平辈的，包括高峰，这都是我们一块儿长起来的，这我发小啊，嗯，高老师，老高在呢，来来来来，嗯，来，咱们一块儿聊会儿，哎，太好了，嗯，说相声的高峰是我，相声说得好啊，您客气，尤其这个名气很大，哎呦，没有，简直就是如驴贯耳，如驴啊，怎么说？什么字眼？怎么说？如雷贯耳，云雷贯耳，哦，像张云雷似的这样。如雷贯耳，双簧贯耳啊，没有的，什么都会，大刀阔斧，哎，您别口碎大石啊。就是如雷贯耳，如雷贯耳、咱可达不到。皓月当空，哎呀，名驰宇宙，呵，晃动乾坤，哎呦，九响玉会尊严，嗯，怎奈我是终不得暇。哦，今日一见高先生尊容，真乃是三生有幸，倒霉德行。嗨、哎，我让你夸我来了，我看见你可开心了。哎呀，是吗？为什么高老师相声说得好？原因是呢，有一个好师娘。哎啊，提不着我师娘啊，三人行必有我师娘。行行，我师娘是寡妇，你提到、那行那行啊，有个好师傅，有一好师傅，哎，他师傅是一个著名的相声爱好者，爱好者呀，大瓢友啊，没听说过、啊、大瓢友、啊、我师傅是观众是吧？啊，我师傅是艺术家，老艺术家，哎，老前辈，师傅是中国相声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，对，王小二先生，谢谢。哎，等会儿，王小二，您听这名字像艺术家吗？怎么了？王小二干什么？王小几？我师傅没有王小几，王小几，王小乙啊，王小乙，我师傅叫范振玉先生，犯了罪，镇压在监狱。嗨，您别瞎给扩充了，怎么着？就是范振玉先生，当年有高英培、范振玉，哎，黄金搭档，相声界的两位前辈。对，他师傅去世，嗯啊，那是老前辈。
去世的时候是八十几，八十一岁，八十一岁高龄去世。哎，对对，据说走的时候很安详，是以高峰为首的徒弟们围在师父病床一周。哎，应该到场了。师父很慈祥，看看徒弟们。嗯，你们可不可以不要笑得那么开心？哎、啊？什么徒弟，这都乐出来了啊！我希望我为大家说相声这一辈子带来的快乐，让你们永远记得住。哎，对啊，也希望你们能够笑着看我走。哎，怕老头害怕。老头说完之后，哎呦，这好家伙、哎、他有这体力他死不了啊，反死了。嗯，死了徒弟们吓一跳，呦嚯嚯嚯，哎，真好，这要跟老头打架、哎、都有身上去、啊、到发送的那天在八宝山曲八宝山、哎、八宝山殡仪馆。哎，对，我看老头死我们团了啊、嗯、送到殡仪馆告别仪式的时候，哎啊，老头在当间躺着，那可不嘛，那两都是各种鲜花，对，鲜花呀、青菜什么都摆好，还有青菜，还带着菜来呢。有一车，有一小车，哎，对对，老头躺在车上，殡仪车嘛，哎，躺好了都好。徒弟们都围着，高峰提议，嗯，师父说了要快乐，所以咱们不要哭，嗯嗯，用掌声和笑声送老人家最后一程。这缺德主意，哈，啊，徒弟们预备，啊，哼。大伙儿都鼓掌，都跟着乐。哎呀，有俩徒弟乐了，都背过气去了。呵，太开心了，这高兴啊、嗯！有几个徒弟冲着老头儿，还比嗨，有冲死人这样。还有俩徒弟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嗨，保留节目，哎、太好了，保留节目啊！不能不能，下回下回死的时候再说了。对对，没那么些徒弟，你们是没拍着。什么徒弟？嗯，大伙儿都很开心，嗯，就鼓着掌笑啊，呵，完事也没有要那个很悲伤的音乐，哎呀，徒弟们跟着一块唱歌，唱什么？唱歌。高峰带着，打起鼓来，徒弟们咚不隆咚一咚咚，他这儿唱敲起锣耶，嗯，徒弟们团个铃团铃铃团，好，推着小车来送货呀，火葬场的工作人员一看，哦，到我们了，推着车走，哎呵，好，不提醒他还忘了。给火葬场看门的赵大爷说了，嗯，干了半辈子了，没见过死了那么开心的。是啊，人前都新鲜。看来是该死了，这是啊，没有这么回事。很好，哎，老先生离开了我们，故去了。但是呢，把高峰留给了我们，嗯啊，就是说相声啊，这是你师父留给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嗨，不像话。所以高峰老师唱两句吧。哎呀，怎么样？看不了了、对，他知道我师父擅长唱、是吧？那我继承师父遗志，我给唱两句。哎，你这样，你听我的啊。什么呀？因为这个他们师兄弟从他师父角度出发，他们这一支对都是善于唱。没错，因为他师父呢原籍是河北荣成县。哎，河北荣成，他家里挺有钱的，算是一个小地主。哎，所以他能唱、哎、这个这都挨着吗？这都高老师现代戏唱得好，现代京剧，现代京剧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，我就爱唱这个。高老师来点福轻松，好吧？没问题。嗨，我开始了啊！你看，你等会儿啊，怎么唱怎么唱？我唱头了，您接后边的尾巴，咱俩一块儿唱，显得那么高。那我对您有个要求，你说说。您起调的时候稍微高一点哦，要不我唱不痛快。呵，是不是？您说。那来高的啊！哎，越高越好。要学那泰山顶上一轻松，就是这个词儿。要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。您这人哪儿都好，就是不听劝。哦，为什么？我让您起高一点啊！哦、你起这么低，我后边唱不痛快。好嘞，好嘞。哎，稍微高一点。再高点。你舍不得唱是吧？哎，呵，高老师，您高老师，我拦您一句啊。哎、这调差不多了。哦啊，您别看前面他这要学那，这是低的啊，是后边高的是翻八度，到您那儿就得上去。那个，跟你有关系吗？喂，我这不是提醒你吗？你。就你们这瞎逞能的，你真是的！我逞什么能、啊？对不对？他唱前头，我接后的，这里没有于谦什么事？是我唱不上去，对不对、啊？你好容易来一趟南宁，今天我让你啊，小刀拉屁股，怎么讲？开开眼儿啊！我这碰不上好人了，我老高，哎哎，下刀的时候看一看是不是我的裤衩儿？嗨、哎，行了，别跟着起哄了，起高点，越高越好。一摇，再高点。要再长一调，要嗨，要他怎么了？谁踩你肾了是的？你这话说的又响又不臭、嗯、哦，我放屁呢是吧？我懂这个、啊，就差不多这个啊。哎，你越高越好。要哎行，要可以了，这回行。学哪？泰山顶上，呵，
气的啊。你看，你看，是都懂。京剧的窝子，这没错。对，京剧秦腔都这儿发源的。哎，这好，多忙啊，该我了啊。一清素，谢。谁跟你握手了？要脸不要脸还跟人握手呢？这人不你先伸的手吗？我伸手就拦您。怎么了？别唱了。哪儿不好啊？哪儿好啊？你这唱多卖力气。卖力气管什么？您这都是这大病干燥的腔啊。是这一这怎么了您这就这路语言您不唱的不挺好的吗？你好什么一点都没听见啊？不认真听你咱白唱了啊。人家都没听见。什么？他没听见啊！他没听见，大点声，耳朵都震聋了。你看咱这三调门太高了，哎，这都真的假的？你们俩这都是。我们再来一个，好吧？太好了，嗯，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。这回认真听啊！哇，这保持林海，嗯，跨雪，呜，哪儿来？完了是吧？来点啊！注意啊，听着呢。霄汉。哪儿啊？我指什么呀？这回好不好？好什么呀？嗓子溜开了啊，好不好？您给指点指点。你还非让我评论一下？哎，我们挺尊重您的啊。反正这么说吧，啊，有一个网络词汇形容您的艺术比较恰当啊。怎么说呀？那个蛋疼啊。完了，咱别聊了。您哪儿的事儿？你是不是下刀的时候下歪了？我是倒是没戴眼镜，你看我说什么乱七八糟。高老师，我们再唱一个，我还上瘾了。再来一个啊！再来一个啊！哦，来吧，哎，来，什么戏？您这什么戏？早点说呀，我忘了。你再唱一个，我给你编一个啊，可以。《红灯记》哦，狱警传四郎好，我迈步出监，出监是我的。来吧，就听这个。哎，这回彻底没声了。那个，刘光，哟，好鞋，好鞋，鞋不错，42号。您穿着大，我穿41的。怎么样？啊？怎么样？非让我说呀？你看看，大伙儿都挺欢迎的。怎么样？哼，哎，这么说吧，啊，您这艺术反正是，这儿要搁一馒头，狗都能唱。等我给你拿馒头去啊。哎，回来。唱完了才拿馒头，你这叫轻视艺术。哪儿有艺术？哪儿有艺术？这个一般人来不了。谁都能唱，你能来吗？这废话，谁都能唱，我怎么不能来？那太好了，大伙儿鼓掌，让他来这个。行，你过去，我过来。老师，你看你这杠抬什么劲呢？你说高了上不上去？不出声谁来不了？不出声啊！于老师准备好了吗？哟，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？什么态度？喊喊嗓子吧。嗯，喊呢。啊！耶！啊！吃了猫头鹰了，裤衩味儿的，没听说过。嗯，啊！哦，再高一点。哎！啊！啊！你不听劝，这呵呵，尽你所能吧。哎呀，我们要开始了，来吧。嗯。一见公子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起心间站立公啊。Please, it's your turn. 阿里嘎达哥的马斯，他把这道谢来了啊！不是唱啊，来整啊，杀啊，切啊，切死一堆啊，弄死他！不是谁都行吗？啊，太缺德了！你们这哪点缺哪缺德了？不是太可气啊！你们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？是吗？哦，哎，怎么样？我就是真唱不上去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这不是搁一馒头狗就能唱吗？可能是没有馒头的原因，是这意思吗？废话，谁不艺术？这叫缺德。哪点缺德了？本身这段调门就高，是不矮、啊。低的时候还往这么高了唱，那真正高的时候谁都唱不上去。我可以试试。你瞧，好有型的，你能唱，你唱，你唱前面，我给你接后头。
我起调门来，高点起啊！我你听我好吧，来吧。啊还没唱呢，有什么可喊？差点给逮回去。听着吧，这高腔啊！哎，来来，一见公主到灵间，不由着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阿门，真好。嗨，我干嘛？哎，捧我干嘛？你是不是喝过兴奋剂？嗨，没有，你唱吧。宫里上过班啊？接我这个吧。再来一遍，站立宫阿门，叫小凡。刚才是烧饼跟曹鹤阳小哥俩，这是我俩徒弟。是看着烧饼我特别感慨，怎么呢？长大了也结婚有孩子了。是啊，来的时候这么大小孩，长得那个寒碜了，小跟现在差不多啊。现在反正也不是他长开了，现在是我想开了。小的时候没有这么丑的孩子了，不难看。哎呀，站在院里把狗吓一跳。呵，时光荏苒，岁月穿梭啊，孩子们都长大了，嗯，咱们也老了，还真是啊，嗯，于老师50了，50整，你想，你倒退5年，你绝想不到，这是一个才45的人，啊、这废话，你折腾我岁数干嘛呀？一晃啊啊，鬓边都见了白头发了，那、这不少了、哎嗯，这也是土埋到眉毛的人了，对，到眉毛了，一晃啊，不像土埋半截了，希望您健康长寿吧，谢谢您，我们哥俩合作多半辈了，嗯。我也是废物，我也没有别的手艺。您这干嘛？就会这个说书、说相声、唱戏，这就不易。哎，努力啊！哎，这么多观众朋友们捧我、支持我。嗯，我这半辈子就干两件事儿。哪两件事儿啊？第一，上让观众快乐。哦，这就挺好。第一啊，嗯嗯。第二就是让同行们团结啊。这就属于搂草打兔子了，那是那飞雷锋，啊、对，想不到的事情啊，哎，对，很开心，是吗？啊，嗯、我这人其实总结了一下我自己，怎么？你就看台上的郭德纲就好，台下不要跟我来往。您怎么这么说呢？我这人很乏味，没有什么意思、啊。我不像谦哥啊，真的啊，出了这个酒局就奔那个洗头房啊，出了。这个洗头房又奔那个洗头房，这酒局都没了是吗？喝多了哪儿都去，没听说不去那地方。我没有，是吗？我就是待着啊，写点东西，看看书，听听戏，就挺好。很好啊，偶尔的有个来往，就是嗯，亲朋好友之间随个份子什么的，也就这意思。哦，那也是人情往来嘛，也少不多，不多。你想啊，都给谁随？这一半年也就3-4家随份子，那还真不多啊。这都谁日子？林志玲结婚啊！林志玲结婚怎么了？她都结婚了。要，我说这怎么来的这眼泪？高兴啊！高兴。她拍过一个戏，哦，合作过，拍过一个戏啊，就是很正常的那种合作方法。你解释这干嘛呀？拍完戏她走了，我啊，觉得当导演没有什么意思呀，这个。哦，乏味了啊！人都说当导演这么好，那么好，那么好，这么好啊！是啊，没有觉出来，是吗？不是，咱还说随份子的事儿怎么样啊？啊，林志玲结婚，咱得随份子，真随了，随了一个500，随500哦，然后让他开张票，嗯啊，开张票，然后拿着导航那儿给我报了去啊，嗯，导航这儿报了去。哥，你看这一他一结婚，导航都换成我了。嗯、哎呀，嗨，哦，嗯。所以说这钱是不是得导航出？那是，大伙儿都怕他给领日本去。有戏。哎，结婚咱们得随，哎，让他报了啊、嗯。包括国际上有些事情也得随份子。什么大事儿 啊？这前些日子，嗯，法国巴黎那老的娘娘庙着火。娘娘庙？那是娘娘庙吗？哎呀，把我急坏了！娘娘庙着了呀？啊、怎么了？这以后法国人再拴娃娃怎么办？没听说。啊，你拿法国当妙峰山了，你这、啊、随800，不，这比林志玲多呀，这个、那是你算算、嗯、快递这道上不得多300块钱吗？哎，这对，给800，那错不了，必须的啊。哦，然后泰国那个皇上登基，这也给啊？那泰国皇上这太棒，怎么67再就业啊？这
什么叫再就业？67才当皇上，给我再就业吗？那67之前呢？哎，60不就是退休吗？他怎么？人家没有这60退休这么一说，就67。对，67我看就行了，67报公祭，好吧？你给人说这顺口溜管什么用啊？哎，67随1000。好，这为了道喜，随礼1000啊，不少。哎，日本那个天皇又登基啊。少天皇登基是吧？啊，对啊，老天皇60了啊，退休了。对，怎么老又退休啊？我就记得60退休嘛。那是那咱们国家人了60。老天皇退休，少天皇登基，啊，打他爸爸手里边接过3样东西来，就当皇上了。什么呀？扇子、手绢、醒目。哎，哎，对，啊，那是郭麒麟打你手里接过来的。那这不是登基了，这个你要吗？我给你这3样，我就不要啊。你就是于麒麟，好吧？不，不用，不用。你看，你看哪儿？少天皇接这么3样？反正有3样宬贝，人家说啊，那就甭说了。说3样宝贝就登基了，这得随 啊，这也给随1500，呵，多给点500一件，哎，多给点，这个咱应该，咱们应该给人家多给一点，嗯。怎么应该多给点？咱这看人家那么些电影，这是啊，嚯！哎，您差天皇一张票钱。嗯，哎，行了，嗯，这就算还了账了。嗯，大伙儿听他说话，你们就觉得很可笑。我怎么可笑？不好玩的话到他嘴里就可笑，这就是不可多得的相声人才。这您又捧我了，怎么？真的啊，没有了。什么没有？这是我跟祖师爷那儿定做的，祖师爷还干这活儿。哎，要这么一个好捧哏演员，您客气，太好了。尤其说句实在话，于老师这他这个玩意儿，他很神奇，你知道吗？我怎么很神奇了？我因为他父母没有孩子，对，就是整个的就是、这个、你先等一会儿，这个、家族来什么别家族了，等会儿吧。啊，我父母没有孩子啊。那我从哪儿来的？你快递送来的呗。嗨、啊，没有哪儿。你生你之前没有你，你这不是废话吗？哎，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？这个解释美妙不美妙啊？哎，本身就应该这么说。生他之前没有他啊，他父母确实也很着急。哦，得要孩子呀。嗯。后来他母亲找了好多偏方。哦，用偏方。那、嗯、因为他父母年轻那会儿在天津也住过。哦，那是、啊、后来他父母老了，不是在大港油田那儿吗？是啊，现在也在。啊、嗯，他是小时候后来送到北京，跟姨一块长大的。就是，但是他父母严格的按照天津的风俗民情、嗯、去找，怎么能够生孩子呀？哦，按天津的风俗，真不容易。哦，凡是死人出殡的地方，必有他母亲出没。要孩子往那场合干嘛？只要他母亲出现的地方，必定死人。这多丧气呀、啊！不是。为什么呢？天津有一个民俗、啊、什么俗？哎、啊、过去呢殡葬制度改革之前啊，孝子陪麻带孝，有这样、啊、要摔盆，对，摔盆，把这盆往地上一摔，摔得粉粉碎，嗯，哎，代表着子孙后代很吉利。哦，盆摔完之后这才起灵，把死尸抬出来上车拉走，这是规矩。但这个砖盆往下摔的时候，地上有一块砖，搁砖干嘛呀？哎，为了摔得碎。哦，找的硬点的。如果今儿这孝子这罐也好，这盆也好，摔不碎不吉利、嗯、不好。地上有一块砖啊，这块砖是要抢走了，怎么样？哎，等着，啪，摔碎了过去抢。哦，拿回家一子孙。哦，就管这生孩子。哎，讨个吉利，有这块砖家里容易生孩子，能生养。所以他母亲那会儿就是只要是出殡的地儿他妈就去啊，主要是抢这砖去。早晨8点出殡、啊、凌晨3点他妈就来了。他想把这人弄死是怎么着？就是他弄死的。冷啊，冷啊，比孝子去还早。谁让你那么去那么早了？一直到早晨啊，8点多，大伙儿都来了，这儿准备。啊、哎，孝子拿着、摔砖呢？啊，没摔就给人抢走了。他妈抱着砖都跑那边去了。好，这真快！一帮孝子追着老太太。哎呀，反正是有出殡的地儿，就有他妈。这不是要那砖吗？那个看热闹的老太太也净说闲话，不高兴。可以了，啊，你也让别人抢一回吧。好家伙，好家伙，拿这个砖，你们家都盖了3间北房了。好嘛，不是为生孩子，没住的地方，合着。所以说啊，这是求来的孩子。
啊，那倒是求过啊。你看那脸是不是长方形？嗯、你看啊，长方形是不是像那块砖？没听说，像砖干嘛呀？我他的父母对我来说，啊、您别看郭德纲台上有时候老开玩笑，于谦的爸爸如何，于谦他妈，于谦他媳妇列位，嗯。你以为我在台上我说他媳妇儿，嗯，我就得这么开心啊？你就是这么开心，嗯，我是不是乐出来了？哎，对，都出了声了，您这个我还要忍。哎，行了，啊、你就别说就行、啊。他父母对我来说啊，啊，因为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，那倒是。你我们这行业没有办法，嗯，我们说谁呀、啊？啊，我们也不能说其他行业的，哦，我们也不能说不认识的人，哦、只能说自己。对啊，而且这个东西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啊，没什么真的、啊。嗯，我拿他父母当我的父母是一样的。那倒是真的、啊，见面那跟亲爹娘是一样的。嗯，没有丝毫的不尊敬。啊、哦，包括老头确实行得正，走得端，人好。你去问问，只要认识他父亲的人，没有、嗯、没有说，哎，这老头有毛病没有？不说，他爸爸姓于，叫谦。对，整个的这个我们不对、啊。你先等一会儿，怎么了？我爸爸姓于，叫谦。你看看我啊，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呢，你有问题。我有什么问题？你准是认为我叫于谦，我爸爸怎么能叫于谦，对吗？对呀、啊啊，你不是一个谦啊，那也不行，不是一个谦就行了？你以为他爸爸是千万的谦？没有这么起名字，千万的谦，他是谦虚的谦，没有这么起名字。哎呀，老头善良，我没见过这么善良的老爷子。对，你就说是人好就行。他爸爸信佛。那是胸口这儿老挂着一袋铁观音，哎，我爸爸这儿老挂袋茶叶干嘛呀？信佛这挂茶叶干嘛？咱不知道啊。啊，老炮儿那是这，嗯，挺好。嗯，反谁心里有点别扭事儿，嗯，就找他父亲去。哦，老头一说你就豁亮了，啊，能解，都管他爸爸叫知心姐姐。对，什么乱七八糟？老头知心姐姐于大爷，这位也不知道男的女的。呼，老头没事坐在家里边不是可爱，抱着一个毛绒玩具，机器猫那个，抱那玩意儿干嘛？你看，啊，你可爱吗？他喜欢童真嘛，抱着那个。哦，大爷又玩这个呢，机器猫啊。是啊，什么机器猫？有名字。对，多来 A 片对，啊，多来 A 片像话吗？多什么？干嘛呀？多来什么？什么片？多拉 A 梦，那叫多拉 A 梦是吧？啊，你看我这个水平不行啊！啊，看日本片看的还是少。嗯嗯，就多来 A 片嘛，那嗯嗯，他爸爸是最喜欢我，是吗？真的啊，经常的啊，一见着我就高兴了。哦，拍着我肩膀，兄弟，哎，兄弟，别拍了。嗯，我爸爸管你叫兄弟，我小名叫兄弟，什么缺德名字这是？嗯，谁小名叫兄弟啊？小名兄弟啊！老头看见我，告诉你，我可看见你了，少爷啊！哎，走，跟我走，吃饭去，请你吃饭，我带你到全聚德烤鸡店，咱们吃个鹅去。这老头也没去过什么好地方，怎么了？全聚德烤鸡店吃鹅，天下人都知道全聚德烤鸭店。对呀、啊，后来咱也纳闷啊，一问才知道，怎么了？你爸爸心里边有伤。我爸爸心里有什么伤、啊、你爸爸被鸭子伤害过。哦，这个您仔细说说。我也是这个多拉 A 片这个不太清楚。什么叫鸭子？鸡鸭鹅是一种禽类。别搭茬啊，别理他，别顺他们走啊！哎，没敢说话。那你跟着我走没事啊？跟着你走才掉沟里呢！你跟着我走，打到天边才有理，真的。是吗？整理成文本灾没错啊！嚯，鸭子是一种禽类。好，嗯，长学问去吧。哎、那是啊，谁不知道这个啊？便衣坊、全聚德，嗯，这两家在北京吃鸭子，嗯，算是头沟了。那是烤鸭。打明朝清朝就有，嗯，都爱吃烤鸭子。对，我不知道你们谁会吃烤鸭子，这还有什么会不会的呀？一只鸭子要切108片儿，哦，那叫丁香叶儿，有名字。先把鸭子脑袋跟鸭子屁股切下来，单找一小盘放着。嗯，这一桌吃饭的人谁身份高贵，嗯，放在人家面前，这干嘛呀？这叫有头有尾。
哦，给这位，哎，再片着鸭子，片完了摆好了啊。三种吃法，怎么吃？哎，一种呢就是拿薄饼卷，这个饼搁在手里一攥，就是一个团儿，讲究一松手必须能打开，恢复原样，这个、面筋都打开了，还是那团儿，这算失败了。哎呦，一攥合上，一松手打开，还是那饼。每一张薄饼卷五片鸭肉，这都有数，配上酱，葱，哦，葱要用章丘的，那叫大梧桐，大梧桐，沟葱板场，嗯，地上刨沟种的葱，土里边那块是白的，哦，所以叫沟葱板场，嗯，那个大梧桐葱能长到2米高，这么大呀、啊？对，底下是葱白，上边叫葱叶，嗯，葱白葱叶交接的地方叫葱库，就都这么讲究，哎，拿那个丝儿配上酱。一卷里边，这是五片肉，嗯，弄好了，这为一卷。是啊，行家就是您吃了多少啊？嗯、三卷、五卷，啊，这是行家。您吃了多少？啊、五只。哎，嚯、哦，这是个藏獒。哎，这嗨、哎，这不叫饭桶？哎，你吃饭，它好大的规矩呢。啊，还有一种呢，用空心的马蹄烧饼，这怎么吃啊？哎，这个打开之后，单调这么一碗酱油汁儿。哦，哎，他不能用甜面酱了，不吃这个了，拿那酱油汁儿蘸着搁在里边，嗯，卷上。还有一种呢，是拿生菜卷着吃，哦、蘸黄芥末。你瞧瞧，哎，这是三种吃法。哦，这都是他父亲当年跟我说的，他懂。说完还问我记住了吗，兄弟？啊，嗯、别兄弟了，别兄弟了，啊、谢谢大哥啊啊，还是兄弟。对，你爸爸小名叫大哥。这谁给起的呀？这是要不我们俩人一替呢，是吧？啊！我说您怎么对吃鸭子这么了解呢？是啊。后来老头才说出来，为什么被鸭子伤害？我要听的就是这一段。啊、这个有机会咱们再讲。对，别不讲啊！就听的就是这个，怎么了？这是他父亲12岁到全聚德学徒。哦，老年间在那儿学过徒，他在全聚德学徒，那怎么伤害了呢？你想啊、嗯，过去那个学徒可不容易，嗯，没有说来了就教你烤鸭，教你炒菜，嗯、没有，从干活开始。哦，对对，他爸爸到全聚德先学包葱，对，打杂儿，先学包葱，到最后、嗯、包葱，嗯，给评为了一级葱师，还有一级葱师啊，一级葱师。这包葱有什么可评的？你瞧这玩意儿 啊，得了法兰克福骑士奖，那就是法兰克福骑士，我爸爸那就是享受包葱还给奖，享受六必居津贴，单有津贴，那是有葱就六将，那是啊，哎，干这玩意儿，你算12岁去的吧？就算啊 啊，一直干了20年，包了20年葱，包了20年，32岁包葱，哎呀。一级葱师，别提这个了。哎呀，名声在外，来了挖墙角的了。这还谁包葱的还挖呢？嗯，谁呀、啊？天津狗不理。这都是大馆子呀，狗不理也需要葱啊。狗不理葱搁哪儿用？为什么国营包子店吃那包子跟你在家包的不一样？啊，那好吃啊。你家里也说，哎呀，我们家也包包子也好吃。嗯，但老跟外边卖的不一样的。对了，记住了，毛病就在葱上。您说说，凡是专业包包子的，他那个葱剁完之后、撒在肉馅上面，他不能打在肉馅里边，要搅和到里头呢。搅和到里边，一会儿功夫，这个葱它会变味变质，会把你的肉带着有味儿。哦，没有葱不行，搅到里边也不行，一定把它撒在上边。那、包的时候，一边包着肉，一边往里边拨了那个葱。嗯嗯，啊，这样包出来的跟您家里的不一样，这是窍门。你看，哎，所以说狗不理对葱的质量要求很高啊，就聘请他。就听说你父亲在这儿了啊，好家伙，12岁来的，现在32岁，哦，国家一级葱师啊，他也上这当了。那是 啊，狗不理来进门就问，问什么？你们这儿有一个松师啊？啊，松师啊，干嘛是要包葱的还是要吃包子的呀？这个有一个就是那个葱师，葱师啊。对了，就说了你父亲这儿啊，一聊天，你父亲愿意去。哦，他还喜欢愿意去啊，但是全聚德舍不得呀，就这么一包葱的，哎呀，培养20年，谁培养啊这玩意儿？培养20年啊，你要走也行，怎么办？不结账，20年没结过账啊。因为全聚德学徒的规矩什么呀？从你进门那天开始算，嗯，60年结一回账。哟，这刚干1/3啊，这个。对呀、啊，你爸爸说那不结账我也得走。毅然而然就走了，
真走了。打那儿起留句古诗吗？怎么写的？葱尸未结身先丧。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谁说的？这都是你爸爸到了狗不理了，真去了。32岁踏进狗不理大门，哎呀，开始学习剥蒜，白费劲了吗？这现在20年剥葱，人好容易聘过来改剥蒜了。你不是人家那有几个剥葱的呀？但剥蒜领域没有人开发，那早干嘛去了？吃包子不就蒜没味儿啊？你爸爸剥蒜，这个剥蒜了，这个可不好来啊。跨界了啊，没有指甲不行，嗯，指甲长也不行，指甲还一 K 齿破了，哦，不完美了，这蒜，哎，所以说经常浪费量很大，都抠破了。那你父亲包蒜包得很好是吗？哎，几乎都很完整。好，如果有破了怎么办呢？那保不齐啊，吃了就吃了，那是没破的了呢啊。这一晃10年，又包10年蒜。你父亲准备辞职，怎么不想干了？胃受不了。哎，对，这得吃多少生蒜呢？这得。狗不理说：“乐意走走吧。”那是再交7000块钱蒜钱。好家伙，吃人7000多块钱蒜。嗯啊，给了7000块钱，啊、你父亲两袖清风。那是30年白干呢。啊，嗯，走到街上已经是一个半老的老人了。那可不吗？啊、但是一身的能耐。有什么能耐呀？嗯，不是就包葱包蒜吗？你说长的短的全行，那还是葱的事儿吗？啊，短的是蒜啊！哎嗨，别提这个了。不是光包葱包蒜，还干什么呀？这两家饭店还都卖炒菜呢。是有点炒菜，包葱的时候就学会了，那叫偷艺呀、啊！哎呦，煎炒烹炸焖溜熬炖，他也是上心了。回来之后呢，嗯，真有单位请他父亲。哦。还真有人认这手艺，有的，这人炒菜太好吃了哦，请他来吧，干嘛呀？上一个单位的食堂，哦，给人做大锅饭的、哎、也行，没有不爱吃的，哦，都喜欢，包括在食堂里边都夸你爸爸人缘好，那真有手艺。但是也这样的人就容易被人嫉妒，这还有人嫉妒？后来他父亲就是被人举报，什么事儿？嗨呀，啊、这个。其实真是不怪你父亲，您说说什么？有句词儿叫“厨子不偷，五谷不收”。哎呦，这是老话儿。有的时候，炒菜的师傅啊，有时候拿点吃的，或者用，按说不叫事儿啊，这都有这习惯。他爸爸就是，哎呀，这是拿了点那个啊盐面儿，那叫什么事儿啊？冰糖块儿，那是有人嫉妒的。味精。这都调料、啊、葱姜蒜，这能拿多少啊？花椒面花椒面不叫事儿，整粒的胡椒，那才多少钱呢？蒸锅啊，啊，冰箱，哎呦，烤箱啊，笼屉，电扇，哎呦，灯，嚯、哦，桌椅板凳啊，门框，哎呦，房梁地砖，服务员、哦，哎呀。连服务员都拐走了。嗯啊，你想，单位领导拿着盆打饭来，站那儿哭了。怎么？我记得咱们单位有食堂啊。哎呀，哎呀，好家伙，让我爸爸夷为平地了。哼，啊，哎呀，就因为这一点点小事，别一点点了。然后报警给他父亲抓进去，啊、这算个冤假错案吧？当时等于是判了10年，不多。应该枪毙这个，嗯，就是我们这个大哥呀，啊，别提大哥了，你这他父亲，行了，判了10年，行，哎，对，到最后在监狱里面表现很好，哦，哎，提前半天释放，哎，这要我就坐满了，你信？我饶你那面呢，我，哎呀，挺好。啊，人生什么都经历过了，是吗？啊，嗯，坐了10年牢，回家来呢，哎，于谦6岁，整个的这个家呢，一家三口。先等会儿吧，这个兴奋呢。别介，等会儿吧。孩子长得像那砖似的。你等会儿，坐10年牢，我6岁，不像话了，这个。虚岁，就虚岁也不成，谁家能虚7岁呀、啊？这个。哎呀。不知道您瞎说，反正就是合家团聚了，是吧？而且现在你想，谦儿著名演员啊，收入也多，嗨，老头晚年生活这份儿的，
啊，过得不错。我觉得，我说我以后上岁数退休了，嗯，我要能像于谦父亲似的哈啊，我觉得就人生很美满，就过那种日子。早上起来，老头一起来，先上河边啊写毛笔字去。啊，他还好练个书法。我不知道你们谁去啊？嗯，那叫地书。什么叫地书？这么大一杆前面海绵头，哦、滴个桶，蘸水跟地上写字儿、啊。对，写写就干了。干了，老头、嗯、今天写古诗。嚯，滚滚长江。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哎呦，哎，有点品位。从前两个字开始练，好，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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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光练这俩字儿、啊，写着整个广场都市啊。哎呀，警察给弄走了。那是你这个，你骂谁呢？你这是啊，太不文明了。这个啊、关键他一边写一边念，一边逮谁看谁。是啊，滚。哎呀嗨、哎，那就是骂街呢，那就是。教育教育，写点别的嘛，就说点吧。他是很开心，那是哎，骂痛快了啊。嗯，后来就广场上，我不写字了，不写不写，给你们变戏法玩，也好这个。哎，那个跳广场舞那老太太们、大姐姐们，啊、你们别跳了啊，都看我啊，咣叽咣叽的跟那儿跳舞，这扰民呐。是啊，过来我给你们变个小魔术吧，变个戏法。三五十个老太太，嗯，坐那儿看着吧，看着吧。老头脱一光膀子，脱一光膀。外边的裤子脱了干嘛呀？穿一大裤衩。哦，哎，是戏法人人会变，嗯，各有巧妙不同。哦，为了都知道是假的。嗯，看着啊，怎么样？没有。哎、嗯、是蹭什么钢笔，嘿、啊、黄瓜、啊、胡萝卜。你等会儿要不要看冬瓜？不要不要，还要命呢。嗯，这打哪儿掏出来的？这是那谁知道去，就别没有这个。哎，反正就变戏法啊。哎，变会儿戏法，中午吃完饭，下午河边一游泳，就很好。怎么还游泳？老头爱游泳啊，在河边游啊。他其实他这个游泳他是为了显摆。怎么显摆？显摆他这纹身呢。老头还有纹身呢。哎，别跳广场舞了，快过来吧、啊、快看看我来吧。啊，看看这纹身。老太太们都过来，他爸这老太太好热闹。嗯，都脱了，这回要连外边裤衩都脱了。嚯、哦、得穿上点啊。穿上点显不出来纹身来了。这纹到哪儿去了？这都打后脖梗子、嗯、到脚后跟纹了一整条的带鱼。纹、哦、这玩意儿干嘛呀？哼啊，活灵活现，纹的跟真的似的。站河边懂扎到水里边、啊、哗游、啊、在水里边游。嗯，反正每天都得让人拿网子捞上两回来。哎嗨，这碰上打鱼的了。这是开心呢、啊、这有什么可开心的？老头说我得活一百岁，这心态差不多。我得对得起我自己。哦，早晨一睁眼啊，嗯，一睁眼，嗯，先喝猪奶。啊，我都没听说过啊！喝个牛奶、羊奶，谁喝猪奶呀、啊？原来是喝牛奶啊，后来不受伤了吗？喝牛奶受什么伤啊？喝着半截那牛坐下了啊，趴在牛肚子底下喝去了。喝鲜的吗？太鲜了，这也。喝猪奶，躺在猪肚子上喝，这倒受不了伤，连醒盹儿啊，再睡觉，跟那小哥几个一块儿喝。不，哪有小哥几个？先喝奶。这么吝的吗？喝完奶醒完盹了，嗯，起来喝点鸡汤。哦，鸡汤。自己上菜市场买一只那个，嗯，两斤左右的啊女鸡。女、哎、买一只，那叫母鸡啊。还有广东人这里边没听说母鸡啊？谁说的？不是啊，这鸡的公母就这么吝，就这么说话。你看，哎，我这个文化匮乏了啊。啊，喝一碗鸡汤，这是大补。中午想吃什么自个儿想。哎、哦，有的时候老头自个儿会点快卖。外卖，快不是那叫什么，卖地卖卖卖，老头上外边卖去。谁没听说过？卖不卖？不卖，买去买去，老头外边买去。对了，有时候打电话嘛，打电话人给他送来嘛，那就是快递嘛。啊，快递啊，叫快递哈、啊，快递啊，外卖。老头什么都吃，你别看这岁数不保守，他吃什么呀？有时候说汉堡，哦，意大利通心粉，这都洋餐，这都行。哦、要不来个披萨？嘿，你这岁数他能吃一披萨？你瞧瞧，人家给送来，大爷给您披萨，给您切开吧。啊、哎。哦，切八块，切十二块，嘿，切八块，怎么呢？十二块吃不了。哎，就这脑筋就别点外卖了。吃八块披萨，吃饱了。哦，哎，但是晚饭不吃了。
吃太多了。哎，老头说，哎，中午这顿我吃挺好，晚饭不能再吃，吃完不好消化。啊，这老年人应该注意，不好消化，吃点小吃可以。什么小吃？哎，吃个红薯。哦，这通便，又是粗粮。是，老头说别给我蒸着吃啊，不爱吃蒸的。那怎么做呢？也别烤着吃啊，不好吃。哟，别煮汤啊，不，不是，那你怎么？别熬着啊，不要，这怎么意思？不吃生的啊，不要，你吃不吃啊？到底怎么做行啊？找一个蹦爆米花的，老式那个窑子那个爆米花，干嘛？拉着风箱那个啊，找一这个来上院里来。哦，拿他那炉子蹦爆米花，蹦爆米花。哎，拿那个打开了，红薯搁在里边，蹦红薯。哎呀，啊，他爸爸站旁边看着，嗯，一会儿一蹦，不定多好看了，就想着这个。哎，嗯，弄下来，大爷开始了，来走。噗，蹦出去了，哼啊，这瓤啊，黄瓤，你瞧，红薯吗？呵，黄，稀烂。哦，蹦的整个院儿都是啊。哎呀，老头开心是吗？嘿，这炉子拉稀了，没听说过。哎，看，这个太恶心了。高兴，高兴。啊，哎，老头们，你让他高兴比什么都强。让他高兴。哎，这完事之后。又想起来了，吃榴莲。你瞧，净这新鲜的。哎，榴莲打冰箱拿出来，不能吃冰箱里的，这就吃冰箱伤胃，凉啊！拿微波炉给我打一下。微波炉打榴莲，我听人说了，微波炉打完的榴莲是栗子味的，是吗？打完之后一闻呐，栗子味的，屎味儿。哎呵，那没法不是那味儿。哎，你说刚才红薯，这回。榴莲啊，刚才是看形，啊，现在是看样。嗯嗯嗯，来小勺，老头，嗯，怎么样？嗯嗯，爱吃是吧？爱吃，对，喜欢吃这味儿。那是那是那是，嗯，一会儿告诉于谦怎么样？来干嘛？把我那煮鸡蛋端上来，这才吃点正经的。好，一上煮鸡蛋，于谦死的心都有。怎么了？童子尿煮鸡蛋，还是新鲜玩意儿？这谁这么吃？浙江东阳。啊，横店拍戏那个地方，哦，很小众，哎，哦，用童子尿煮鸡蛋，说吃完之后一夏天不中暑，倒是有这么吃的。到今天人家那儿也这么吃，哦，北方没有这么吃的呀，没听说过。老头学会了啊，满处找有没有童子尿啊？要煮鸡不好找的，一大锅哪有这么些小孩啊？是啊，后来老头也劝自己，怎么劝呢？嗨，嗯，谁年轻时候不是童子？哎啊。哦，这么劝自个儿啊，把我那老哥哥们都请来吧。哎呦，还老哥哥，十多个老头坐轮椅的，啊，抬担架的都来了。哎呀，让他受累尿吧，是吧？是啊，啊，这帮老头尿了三天，嗯，尿了半桶，这么长时间，前列腺都有问题。哎呀，赶紧吧，嗯，先拿那屉布先过滤。干嘛还过滤啊？有石头。哎呀，让他们先治病去吧。拿这个啊，倒到锅里边啊，一锅老童子尿，好，一锅鸡蛋煮完了，谦儿给端上来，我还端，辣眼睛。嗯，这点咱得说，于谦是个大孝子。我怎么孝顺？闻不了，但是给老头包，得帮他干。哎呀，都呛得慌，这趁热，还趁热。他爸爸高兴啊啊啊！嗯，好好吃啊，好吗？谦儿，你也来一个吧。我谦儿吓坏了。哎，对，鸡蛋我是一个都吃不了。对喽，我喝点汤吧。我去。